玩乐三分钟，快看，是挖掘机和推土机过来啦！哎，他们看到什么这么开心啊？走，过去看看。哇，原来是个泥潭，先试试泥潭有多深。准备好啦，起跳！哎呀，泥巴差点就溅到推土机脸上啦！咦，挖掘机，你也太不小心啦！嗯，推土机来笑我，看我的！嘿，推土机当心哦！他们玩得好开心啊，挖掘机还要再玩一会儿。轮到推土机啦，准备！哇，推土机也蹦得好开心。巴士开车路过，咦，巴士也发现了泥潭。来到了泥潭边，先试探一下。推土机离开泥潭，让巴士玩一会儿吧。太好了，预备，跳！巴士蹦得好开心哦。不好，巴士的轮子陷进去了，巴士正在用力地挣扎。挖掘机，快来帮忙！再使点劲，推土机也来帮忙，从后面推巴士，巴士加油，用力，耶，巴士上来啦！咦，推土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推土机全身都是泥土，惹得他们哈哈大笑。他们这是准备去哪里呢？原来是要来洗车店洗车，挖掘机先洗吧。哇，好多泡泡哦！挖掘机洗好啦，洗得非常干净，挖掘机很满意。推土机，就你身上泥巴最多。去洗吧！哇，我爱洗澡，皮肤好好。推土机也洗干净喽。巴士，巴士，到你洗啦！快给巴士洗干净吧。